30秒。73岁的魏师傅，地道的兰州人，原来在兰州一家国营机床厂上班。虽然退休20多年，但从没闲着。每天早上，他都会和几位老朋友练练嗓子。在见面之前，在家门口顺道吃一碗牛肉面，雷打不变。哎，这光这光啥呀？多宽一只？多宽？哎，好。哎，收尾去弄，给你下锅了哈。哎，多宽小方面？还有多宽的，小个多宽行？多宽吗？啊，多宽。哎。吃了个牛肉面，这个干做的牛肉面不吃，心里不服坦，一天不服坦。哎，我那现在这牛肉面一端到，我们两股子唱的欢嘛。哎，好，谢谢。放两个酒，放两个酒，那我扔哈。嗯，好，嗯。你还要唱个曲个的？酒话完了还要唱曲个的？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嗯，尝一段，那就请他尝一个去吧。天下家有好，万万千千。这是兰州特有的一种地方戏曲鼓子。据说，形成于清朝道光年间，魏师傅是第三代传人，也是这所鼓子传习所的主要负责人。这独特的腔调，浸润着早起的城市。今天，幼儿园里提供的午餐是牛肉面。这里的老师每周都会给孩子们做一顿牛肉面。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不管是牛肉面还是炒菜米饭，只要好吃，这一天就是快乐的。或许只有多年以后，某一种味道才有可能成为最熟悉和温暖的记忆。在兰州厂里，每天一碗牛肉面的人不在少数。一座城市饮食习惯的养成，至少需要几辈人味蕾的记忆传承。
尤努斯65岁，现被一家民营企业返聘为业务经理。做了一辈子办公室，想不到退休了，出差倒成了他的主要工作，而且乐此不疲。他笑谈，这是在还前半辈子做办公室欠下的债。刚从寺里下来。到里边来。嗯。去喝吧。嗯。我给你上面去啊。行。你喝吧。啊，下碗面。我来给你帮帮忙啊。尤努斯说，甭管自己有多忙，只要不在外出差，有两件事是雷打不变的，一是做礼拜，二是做完礼拜后回家吃一碗夫人做的私房牛肉面。对于地道的兰州人来说，几乎没有不会做拉面的。牛肉面白白的绿绿的，然后再放点香菜，再放点蒜苗。兰州牛肉面到处都有，就馋家里这一口啊。哦，那你尝一下怎么样？吃点，我给你放点肉啊。嗯嗯，给啊，行了行了行了啊，再放点蒜菜吧。嗯嗯，行，尝尝盐合适，盐合适，这味道怎么样？嗯嗯，不错不错不错。怎么样？嗯，怎么样？手艺提高了啊。天天如此呀。到底是不一样啊，有遗传基因是吧？外面的怎么样？外面再好也不如家里的好。中国幅员辽阔，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很多城市都产生了独具魅力的特色小吃，兰州当然也不例外。这些美食的产生、传承和发展的轨迹，和这片土地特殊的自然气候息息相关。这里是位于兰州的北山山区的高兰县，这里种植着一种稀有的小麦品种，俗称和尚头。与其他小麦品种相比，用这种小麦磨制出来的面粉不仅营养丰富，面筋含量更是高于其他品种。但由于这里的气候干燥少雨，加之这种小麦品种始终没有进行丰产杂交的培育，所以产量一直不高。这就是我们今年收的和尚头小麦。为啥叫和尚头呢？它的那个穗跟其他的就不一样，没有麦芒，像光光秃秃的，像和尚的头，就叫和尚头。我们的地区都是干旱地区，其他的品种不行，生长不了，产量不高。这个一亩地，像旱地的话，一亩地最多也就是300斤，咱们当地做那个辣条子那是最好的，这个放在锅里面煮的时间长了也煮不烂。这个，来，哟，来，哦，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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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秤还有多少？一块六毛嘛。如今，用和尚头小麦磨制的面粉来加工拉面，是当地百姓最喜欢吃的面食之一。这我今天买上这个和尚头面做成了，今天吃哈。那看来你买的好啊，这个。哦，买的好啊，这个。咱就和尚下了做这，人家三弄。我们的这不加原料，不加是啥，反正一根一根的肉能拉下它的来，就拉的老好。老公，快飞天了！来喽！啊，到这边给你上班。
你叫他判他就宽，你又剁死他一顿，你上哪顿地了他就哪顿地。自己做的手指啊？哎，自己做还是手指面、手指汤面。和尚头小麦随着干燥少雨的气候产生，这也为拉面的劲道打下了基础。优质的面粉很容易获得，作为牛肉拉面中必不可少的牛肉，同样也能够在这片土地中获得。牦牛，青藏高原的特产，是牛肉中的上品。纯净的环境造就了牦牛肉的纯粹之美，没有异味，肥瘦适中，既有嚼头里的清香，又可轻松咀嚼。牛肉面出现在兰州，从地理上来说呢，兰州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的这样两个板块交汇的地方，那么同时呢，也是游牧文明和这个农业文明交汇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兰州的南面，我们知道是甘南草原，啊，它盛产牛羊。在兰州的北面和西面，那么河西走廊是一个著名的粮食产地，尤其是以小麦为主。历史上的兰州呢，因为是在黄河的这个河道，那么它也是盛产蔬菜。兰州自古以来黄河穿城而过，成就了这里水陆交通的发达，因此藏族的牛肉、汉族的粮食，加上当地回族的面食技艺，终于诞生了独特的美食。三个民族的文化和智慧集合到一起，天造地设，形成了兰州牛肉面这样一个特殊的产物。当丰富的牛羊肉与充足的谷物相遇，当人们开始在饮食上释放智慧的灵光，这一切似乎注定了一次美妙的化学反应。而这次美妙的交融绽放，就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兰州。庆阳路，兰州市中心区域最繁华的街道之一。100多年以前，这条马路并不是这般宽展现代的模样，但车水马龙的热闹却从未消散。100多年前，一个名叫马宝子的回族小伙正在这里为他经营操持的热锅子面忙活着。所谓热锅子面，就是提前将拉面做好保存，等客人需要时，再把已经凉透的面在滚烫的热汤中翻滚片刻即可食用。这在当时并不稀罕，但马宝子为了争取更多食客，却总想着给凉面热汤的热锅子面变变花样。于是有一天，他放弃了提前加工凉面的做法，改为现场拉制，并且把热汤也进行了改良。不久之后，马宝子终于熬制出了醇香的秘制肉汤，再辅以蒜苗、香菜、老汤牛肉、方圆相间的萝卜片，少许红润欲滴的辣椒油，兰州牛肉面就这样诞生了。唐鲁孙被誉为华人谈吃第一人，他自幼出入宫廷，年轻时游历全国，见多识广，尤其是对全国各个地方小吃有独到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兰州吃到了马宝子的牛肉面，后来唐鲁孙将当时的感受专门写入了他的美食著作《实景拼盘》一书中。那是一座砖砌小楼，楼上待客摆了几张小八仙桌，几把矮条凳。此外，除了碗筷、油瓶、醋罐之外，
空无所有。对牛肉面，他给出了16字评语：清新肥和，自成心意，汤沉若金，一清到底。如今，这座小楼早已湮灭于历史，古老的城市街道也在时代的更迭发展中发生着变化。一碗牛肉面，有汤有肉有面，简单快捷，方便实惠，本应是大多数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日常食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碗牛肉面对大多数普通市民而言，却成了改善生活偶尔为之的一种奢侈。1965年，尤努斯12岁，那一年他第一次吃到了牛肉面。记得是在小学毕业啊，有一次期末考试，考的成绩不错。在这之前呢，因为父亲曾经有个承诺，就是这次如果是得双满分啊，一定要奖励你吃碗牛肉面啊。就冲着这碗牛肉面啊，这次得了满分，哎呀，真是感觉到香极了啊！所以就是很快的连汤带面就把它吃下去了。这个要形容这种感觉呢，就是兰州话啊，可能表达的更完整一点。就是兰州人有句话，就是非常高兴，说：“哎呀，真是满腹的很。”4年以后，16岁的尤努斯离开兰州，去到千里之遥的鞍山郊区插队落户。离开兰州以后啊，这个因为吃惯了兰州牛肉面，这一个是生活习惯，一个是家乡情结啊，加到一块儿，特别馋这个牛肉面。可是，在东北啊，就没这个条件，有时候馋了也想尝试尝试，但是呢，怎么也做不出这个味道来。第一次离开兰州，牛肉面就成了尤努斯思念家乡最具象的代表。1973年，尤努斯终于回到兰州参加了工作。到家放下行李，尤努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到附近的牛肉面馆。73年初，兰州牛肉面呢，并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也不是满大街都有，啊，也是打听了好几家，说哪家最好，我们再去吃。终于在西关十字找到了一家，连吃3大碗啊，真是过瘾。在这些旋律的感染中，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80年代的兰州城最明显的变化，便是仿佛在一夜之间，牛肉面馆遍布全城。它的门槛比较低，进入比较方便，两口大锅支一个面案子。流动人口的增加有它的市场需求。基本上只有后堂没有前堂，就是在街边搭一个帐篷就可以开一个牛肉面馆，就是依靠马路做前堂，所以它可以快速发展。喜欢吃宽的细的？细的。细的。你呢？我喜欢吃细的。也喜欢吃细的。为什么喜欢吃细的？我觉得二
块细嚼太粗太硬了，完了毛细的话又太软。牛肉面我最爱吃二细，我们在家经常自己做着吃。我觉得还是我妈妈做的好吃，哪家味道都挺好，各有各的味儿。一九二三九。三十多年过去了，如果当年兰州的牛肉面馆用遍布全城来形容的话，那么今天用无处不在来比喻或许更为恰当。文爱国前不久刚刚高中毕业，这两天他正在和家人商量，希望父母能够同意他到兰州学习拉面手艺的打算。我在学之前学后年学校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就给你指他学费交多少，现在都问好了就带去。学着回来陪管我有这方面还真的房要修好了，能够去自己开店。文爱国最终如愿以偿，而且父母也答应等他学文回来帮他开店自己创业。文爱国家住礼县白关乡，这里离兰州有300多公里的路程，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文爱国必须先坐附近的摩托车到县城，再搭长途车6小时的颠簸之后才能到达兰州。如果自己生意渠道少，那个技术过关的话，可以开店，先开店。从头到尾完成一碗牛肉面的制作，经历的流程相当复杂。通常情况下，必须先从揉面开始，历经拉面、煮肉、调汤、切蒜苗等学习演练过程。按照这一套路学下来，少则3-4年，多则6-7年。最后，还会因师傅同业竞争的顾虑，学不完全。当时我在学的时候，师傅呢也是用这个像中药铺里面抓药的这种小等子秤来称着在配料，基本上呢都不让我们看得见。比如像这草果大概是几粒啊，花椒大概是1把还是2把，就凭着这种记忆来学习。调汤等技艺，真正的能懂得做汤、煮肉、拉面，全部技术都会的这种师傅呢，就是奇缺。对当时学习牛肉面技术的许多人来说，能够跟一位技术过硬而又舍得教真本事的师傅，靠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努力，还有运气。有一次呢，就是我们的师傅，别人呢给他800块钱，挖走了，
结果呢，他在第二天呢，给老板没有打招呼，就转过走掉了。梁顺俭很幸运，师傅这次偶然的跳槽，让他成了当时面馆里顶大梁的人物。到他走的那一天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开了门，老板来一看，当时怎么没人下面，老板要关门，我当时呢就是自告奋勇，就说我来试一试。梁顺俭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在师傅走之前，他为了能够尽快掌握拉面的核心技术，想尽了办法。每天给师傅呢，就是除了买豆浆、买书之后，就是师傅呢什么都教，就是一个呢不教你汤料的配方，第二呢不让你拉面，每天呢都是偷着在练。结果呢我这些呢已经都学的差不多了，因为老板不知道我会拉面，没想到这一试，老板一看下的面也不错，而且汤的味道没有变，从这儿呢就开始一从一个学徒步入师傅的行列。此后30多年时间里，梁顺俭和他的前辈们一样，依然延续着传统兰州牛肉面的教习生活。2007年，梁顺俭突然做出了一个让同行吃惊的决定。各地的朋友比较多，他们呢就是打电话来让我呢就是找兰州拉面师傅，他们因为要招的就想把兰州牛肉拉面这种正宗的味道能做出来，但是呢回来找了之后，但这种师傅呢是很难找。同样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梁顺俭最终决定在兰州开一个拉面培训中心。下一段呢，我们讲牛肉拉面的主要的一个调味。商业的力量促使梁顺俭改变了一种传统技艺的传承方式。在这里，文爱国和同学们开启着未来的就业之路。在兰州本地，平均一家牛肉面馆一年的收益大约在几十万元以上。梁顺俭边开牛肉面馆边培养拉面技师，这为他带来了更丰厚的回报。欢迎品尝，谢谢啊。进入培训中心的第一天，文爱国吃到了正宗的牛肉面。学习大约3个月之后，他就可以亲手为自己做一碗地道的兰州拉面了。汤，兰州人讲这是一碗面的灵魂，而兰州牛肉面的汤要数清汤最为上层，此质纯白，初为浓厚。要想熬制出一碗上层的清汤，则是需要花费不少功夫。熬汤的肉首选牦牛肉，辅以牛脊髓和棒子骨，再按一定比例加入花椒、草果、香叶等10几味香料，经过5个小时的微煮，多次过滤沉淀，才能上桌。俗话说，鼻闻香臭，舌尝五味，人们的味觉感知异常灵敏，所以要想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对食材的选择必须精益求精，即便是配菜也是如此。越重口越重咸，重咸了切完以后老苦，片心越来越大，口味变咸。秋冬季节经过霜凝以后的那种大白萝卜，它这个呢就是汁大味甜，而且呢是纤维少，吃起来呢很细嫩，口感很香甜。煮汤的时候呢，它第一可以去除这个你牛羊肉里面的一些腥膻的异味，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增加它的营养，还可以增鲜。每家牛肉面馆都有油泼辣子，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是要按正宗的做法，过程可是相当复杂。对辣椒的产地不仅有严苛的要求，
对油温也有严格的掌控。在熬制的过程中，油温必须精确升至225度，然后再降至175度才能使用。同时要根据海拔、气候的变化，再适时调整用料。如果人们知道在脱制过程中还要赋予不下20-30倍的香料，恐怕就不会再生出为啥自家炸不出那个香味的疑惑了。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既是牛肉面迈向提纲挈领的总结，也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清汤，白萝卜，红辣椒，绿蒜苗，颜色搭配简单明了，清清亮亮一碗汤。而一清二白之说，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承载着一份最基本的操守坚持。与其说拉面的过程是一个制作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一个表演的过程。但是早年间想要学得此技，并不像文爱国观摩老师演变般轻松惬意。当时呢，就是你如果要动这个面剂子，你动了你就得把它吃掉。为了这个接触上这个拉面，一天呢最多的时候呢能吃15碗拉面。当时呢是用了40天时间掌握了这一门技艺。这是牛肉面的入门手艺，揉面。看似简单，但是它对体能和手法都有严苛的要求。兰州牛拉面和面这个揉面的过程呢，和其他的地方的面不一样。比如像其他刀削面这一类的，都是把它完成团。但是兰州牛肉拉面的这个呢，要用螺纹状的揉回去，再把它反复的折叠，揉的让它的这个顺序排列都在一个方向，所以让这个呢，增加它的延伸性。这门技艺在很多人眼里就像变魔术一样，专业师傅只需不到10秒的时间，就能把一团面粉拉扯成各种形状的面条。师傅们手中飞舞的面条飘逸洒脱，可让新学员来表演就不那么轻松了。如果面粉揉搓的不到位，便会失去韧劲儿，拉面时就会断裂。拉面时若是力度速度掌握不均匀，面条必然粗细不一。这两个环节可以通过较短的时间练习来掌握，但对新学员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调汤。如何用上百种调料的搭配组合来完成一锅美味的汤料，不单是练习就能解决，还需要更多次的失败尝试。实习的时间那就是他们自己来决定，学完之后你回去再做，感觉还有点的欠火候，你可以再来，我接着到我的店里面来实习，直至你的全部学会。文爱国3个月的培训学习已接近尾声，他已经着手准备在家乡开一家自己的面馆。冯运昌，朋友们都叫他冯胖子。冯胖子2000年从兰州来到深圳，在这里开了一家牛肉面馆。觉得做牛肉面呢，有很多情节在，从小就喜欢吃牛肉面，吃完牛肉面就感觉跟过年一样。这里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当年在一个临街的铁皮房中
冯胖子倾尽所有开的第一家牛肉面馆，让这里的空气中有了兰州牛肉面的味道。因为我爱这个东西，非常热爱，非常喜欢，而且不吃了时间长犯困，喜欢吃牛肉面。十多年过去了，冯胖子在深圳已有了十多家牛肉面专营店。他每天早上的第一项工作是到后厨灶上试尝第一锅汤，味道合适他才能一天安心。在冯胖子品头锅汤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北京城里，苏德明也在检查着头锅汤的滋味。嗯，好嘞，香得很。早上一起来就到店里来，第一口是想吃牛肉面，看看牛肉面的味道，跟就是跟以前的跟昨天的一样不一样，香不香？包括辣子油。苏德明回忆说，刚来北京的时候，想吃到一碗地道的牛肉面。特别难，北京来就是特别好吃的牛肉面吃不上，老吃那里就是兰州的味道没有，是吧？就回去兰州就找人，啊，把师傅们找上，朋友们叫上，找上，最后北京来就研究来做兰州牛肉面，装修了三四个月，调了三四个月，这就把那味道调出来了。由于地区差异的问题。同样的调料，同样的配方比例，调配熬制出汤的味道却是截然不同。我们那一锅是放三个调料包，每个调料包是三斤，这调料全是从兰州专门运上来的。应变、坚守、创新，这些沉甸甸的字眼儿，在一碗普通的面食中，同样也在发生着。无论是在他的故乡，还是远隔万里的他乡。这位面拉扯得像模像样的美女，名叫封小苗。三年前，她只身从法国前往兰州，学做兰州牛肉面。当时想做一点小生意嘛，然后自己感觉就巴黎的拉面店，郑州拉面店居多嘛。兰州拉面在国内的话呢，它最少是有30多种的中药材熬制那个汤底，但是因为考虑到本地的法国人，他的口味比较轻，不像我们中国人吃惯那个口味重的东西，所以我把汤底的原材料原来的20-30种就减到了现在的10几种，白萝卜换成了那个小白菜。这份聪明的变通，恐怕是所有外来的经营者都要经历的。和这里相隔4条街的另一家面馆，也在日复一日的经营中，赋予了牛肉面更丰富的情感。段小荣，兰州人，在巴黎经营兰州牛肉面已有5年多了。用我们人体的心血，给这个面粉揉成了面团，赋予了它生命，然后呢，随着它跟着我们。才跟着我们，我们要爱他，他也懂得爱，啊，那么你要去爱他，你要喜欢他，你要制作他，这样我们的面点师都是很有体会的，包括我本人，因为你爱他，你就可以舞动他。独自在异国他乡经营一个店面，会有很多的难处，为此段小荣让儿子过来帮忙。儿子名叫张哲，是个歌手。已经在兰州小有名气，他给这个身处异国的中国餐馆增加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先管好财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店铺里经常响起的旋律，是张哲在兰州玩音乐的时候录制的。对他们母子来说，音乐和面条都是家乡的味道。几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不管是当年热爱音乐的懵懂少年，还是现在牛肉面的经营者，张哲对生活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我还是希望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思想，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自己亲自设计的。就是说人家都是说 I love New York， I love， 来过巴黎人就是说 I love Paris， 我就写一个我们店的店名在这里，I love the department。 几年打拼下来，段小荣母子在巴黎的第三家拉面分店正在紧张的装修当中。对他们来说，这里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华人还是挺努力的，华人这个历尽了寒暑艰险万难的，把中国的很多的文化了，包括他的饮食了，也带到这里。每个人都每个人的艰难，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故事。谢谢，我们三九月